就是说，这姑娘跟池勇是情人关系，是她把铅笔的事告诉池勇的，故意放到现场。有这个可能。然后发现咱们就快查到她头上了，就主动报个案，是吧？等于是通过咱们给池勇传个话，让她赶紧认罪。嗯，是这个逻辑。难道这姑娘才是主使？ 那他可够狠的，这阴谋家呀！这是，这石勇被玩的团团转，还死心塌地的呢。这都只是咱们的猜测，一切要看凶手能不能看清楚现场的细节。这就对了呀，就算他能看明铅笔，但是他也不一定能看清是二 B 还是 H B 的呀。老魏，铅笔能看清吗？ 跟你说一声，我要查许春祥。哎哎，少露，查许春祥有什么理由啊？公司里交代了一些新的情况，回头你自己看工作汇报。还有，许春祥各方有什么大数据，最好给我交代提。乙肝子大学决不定局这上面。你先别着急，要不我们开会讨论一下，看有没有价值。当年许春祥就从来没有列为重点嫌疑人吗？我说有价值，你信不过我。这叫什么话？我说的是策略问题。 许春祥在市里毕竟有些地位，是个公众人物，急需要打，那也得讲究个打法呀。小陆啊，你先打个报告，我跟石局研究一下，你先继续你现在的调查方向。我还有什么方向？我们现在已经穷途末路了，你再找一个嫌疑人给我，难道还要再等发一个案子？半个小时。给你报告。冷静点，沉住气。着急容易犯错误，当年我们就差点犯回大错误。 当年审郭胜利的时候，要不是那个模仿案插了一脚，咱们不应该忽略西虫的。郭胜利不说，抓不住西虫的马脚，这个人当年就不好对付。现在啊，当心着点吧。西虫从来没有结过婚，私生活也很低调，连有没有女朋友都无从查起。你看这说明什么？自我保护工作做得好啊。 这是根据郭胜利的描述，搞的模拟画像。当年西虫带来作证的那个女孩，不知道跟他什么关系。画的真好，神笔老贾画的吧？电脑专门的软件。变化真大。现在法医科怎么样了？变化更大，南大那一套都有了，设备齐全，而且更先进。 老吕退了吗？哪能退啊？我们现在都叫他吕主任。有点想这些老哥们了。那就见见呗。哎，右拐。
哎，这是不是？是，郭胜利当年单刀赴会的望江门歌舞厅。老霍有什么指示吗？以了解情况为主，不要无据推定。请人帮忙，不要审问。王楠楠案发的那个家具市场就是曲振祥的，当时老霍就拦着，没让调查。老霍什么意思？ 那这许崇就是曲振祥，今天迟早咱们要来的。难说，看他多大本事了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您是？您好，我找曲振祥。好的，请您稍等。喂，这边前台，这里有一位陆警官找我们董事长。嗯，好。二位请跟我来。 哎，这边请二位。哎哎，董事长。哎呦，李老师，先忙了，行。好。你好，陆队长，幸会啊。魏警官，好多年不见了。哎哎。 李老板记性不错呀、啊，那当然。刘警官，郭胜利呢？哎呀，哎，就找到这儿。我原来我那个办公室是在中山桥那边吧，我还是觉得这边视野好，风水也好，就搬过来了。嗯、风水不见得吧？嗯，上一任业主不就破产了？哎呀。 那个，你要怎么说风水轮流转呢？来坐，来的正好，茶都泡好了。二位今天来是有什么指教？谈不上指教，有个案子，找你了解一下情况。啊、哦，感谢曲老板在百忙之中拨冗接待啊！你太客气了，能帮上忙肯定是我的荣幸，我知无不言。前段时间。 前进路家居市场门口的那个案子，想必已经有人来找你问过话了。那么现在这个案子有了新的进展，所以不得不再来叨扰。曲老板，最近在生意上有没有什么仇家？哎，怎么说呢，在商海博弈嘛，嗯，肯定是有几个对手的，但结善缘不结仇，我从来没有仇家。就算有，也是螳臂当车，早就被曲老板扫平了。 这魏警官比从前幽默好多、啊。可爱呢。现在没有，那13年前呢？1997年的时候，有没有？嗯。哎呀，过得真快，都13年了。我这个人呢，不喜欢树敌，嗯，我更喜欢的是安定团结。 我就说一句自夸的话吧，13年前，为了咱们江北区的安定气候，我还是做出过一点点的贡献的，有吧？啊？哎，不是自夸，嗯，太谦虚了。杜梅，你还有印象吗？13年前在大富豪干过。杜梅肯定记得。就是现在这个案子和97年那个案子是有什么关系吗？不知道，正在查，说说杜梅吧。哦，杜梅，哎，93年、94年在大富豪，后来有了个孩子，他就走了。谁的孩子？这么说吧，就那个时候呢，杜梅算是刀哥的女朋友。 但是他在外面呢，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人，听说是南大的一个老师，那这个人后来也出国了，没再回来。这个人叫什么名字？我不知道，姓顾，对，姓顾，你去南大肯定能查得到，94年出的国，我有印象。嗯，那郭胜利知道这个孩子吗？知道他是谁的吗？他是一直以为这个孩子是他自己的，但那个时候呢。 他不太想知道这个孩子的情况。到了这个岁数，我想他多多少少还是会后悔吧。
你见过郭山林？我没有啊。刀哥现在应该还在服刑吧？这个人认识吗？不认识，而且我这个人有点脸盲，真不认识这个。 沙子，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知道安宁的另一种身世。我刚才脑子有点短路，我没有问错什么话吧？冲我没忘，赶紧记一下。2013年，澳大利亚墨尔本真相公司有个办事处，查一个叫唐玲的。二位这边请。哎，有沙子。 模拟画像，刚才墙上的照片，有这个女的，不认识。还有，赶紧找人保护一下郭胜利。那你说，徐振祥说的那个男大教授要不要查一查？万一他是安宁的生父，我不应该瞒着安宁。那他会不会把安宁接到国外去？你把安宁养大，你才是安宁的爸爸。 王琦，别老实，好吗？就是我的，就是我的。我想带他来试试，看看跟别的小朋友在一起会不会开心一点。结果他抱着这个玩具就不撒手了，他还把人家小朋友给打了。别怕，没事啊，快看看。 妮妮，这个玩具是幼儿园的，我把它还给老师，好不好？就是我的，做好了啊。 他以前有过这样一个娃娃吗？那会不会是那天晚上，他抱着一个这样的娃娃呀？没看到。 李师傅，哎，这儿呢。哦，李师傅，杜梅案的物证里边有没有一个毛绒玩具啊？红红的像个草莓。没有啊，又好像有，记不起来了。要不你去南都大学白晓峰那儿看看。哦，好。杜梅和柳梦体表皮肤擦拭取样都有衡量高分子烃类。 我就不跟你讲化学成分了，是一种润滑油。润滑油？嗯，变态玩意儿。不是，是汽车和机械设备常用的润滑油。
凶手作案的时候应该是戴手套吧？那可能是手套上转移到被害人体表的。这线索有用吗？会不会是修车的？有用，也没用。面儿太广了，不一定是修车的。我后备箱里就有手套，上头肯定有油。哪个开车的没伺候过车呢？也是啊，不光是汽车，摩托车、自行车机油成分都差不多。那就更……你又喝酒了吧？没有啊，昨天晚上喝了一点儿，现在还能闻着。看你脸色不好，你去医院呀、啊，查查你的肝。我没事儿，肝不好也是让他们给气的呀。这是我同事从香港捎回来的护肝，用不着。我从来不吃药，咽不下去。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咽下去。那，哎，张嘴，快，快点。白老师，师傅，你也在。小鹿啊，怎么了？啊，白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杜梅案的物证里有没有一个玩具啊？玩具吗？都在那儿呢，已经捡过了，没什么发现。什么玩具啊？宁宁之前应该有个草莓样子的玩具，案发当晚她可能带在身上，只是现在不知道去哪儿。这件事儿我去问过了，领养手续还在办理之中。你上次根本就是骗我的，这件事情绝对不行。说，妈妈呀，这件事情还要慎重啊。你从小的任性爱冲动，当然这不怪你，怪我，怪我和你妈妈把你给宠坏了。可收养一个孩子不是买个随身听，养一只小猫是一辈子的事儿，不要一时冲动吗？我们很慎重，也做好一辈子的准备了。是吧，陆行者？小陆啊，你不要凡事都听妈妈的，能不能有一点自己的想法看法和主张啊？啊，你们才成人多少年，走上社会多少年，自己还是个孩子，知道怎么做父母吗？知道一个做父母的责任吗？你不要啰里啰嗦的，你还以为开思想动员大会呢？还一二三四五啊？行还是不行？你下个命令，他们敢不听吗？嘿，我看你们这当父母的就不太合格啊，还想搞一言堂啊？你昏头了你！让西方的小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毒害了，这是中国，你得顾及到中国国情啊！领养孩子是整个家庭的事情，是顾及到现在和将来。不说别的，这将来孩子他爸找他怎么办？他没爸。怎么没爸？那老李做的那不是啊？你们怎么能跟这样的人扯上关系啊？也不一定就是他。怎么不一定啊？啊，行行，我不管是不是。你们自己想想，将来你们也是要有孩子的，血缘关系放在那里啊，谁亲谁不亲，这孩子将来啊他会怎么想，心里会不会不平衡？谁说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孩子了？我们没有传宗接代的使命感，有个孩子爱他一辈子就行了，干嘛非得是自己生的呀？妈妈，你这么想是极不负责任的，你是别人的妻子，怎么可以说出这种话呀？我知道小鹿不敢反抗你，可他还有父亲啊，你征求过他父亲的意见吗？妈妈，你也不要我了吗？
明天了，谁也别想把咱们分开。妈妈，妈妈。是你啊，杨老师今天不是没课吗？我找你呢。找我？有什么事儿吗？你学计算机的，有笔记本电脑吗？有啊。就上上网行吗？你怎么不去网吧呀？去了，跑了好几个地儿呢。听说这段时间管得严，必须得查身份证，学生不让上。哦。唉，就是我爸他们搞的，草木皆兵的。你爸是干什么的呀？警察。那我要借你电脑，岂不是跟你爸对着干了？对啊，跟我爸对着干怎么了？他跟杨老师离婚了，难道你听他的？行吧，那咱们快点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陆安宁。你呢？叫我哥哥就行。叫你叔叔吧。那还是叫我吴家吧。好，谢谢。这样你陪我出去一下呗。哎，你能进公安局内部系统吗？我也不是黑客，你要找什么呀？算了，不找什么。公安局，你怎么不问问你爸呀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杨曼，杨泽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你不是应该在法国吗？是非冷淡，各自奔。你说人话。就是好久不见呐。你什么时候回国的？我回来两个月，来，我刚才从门口过，我就觉得这人特像你，然后我，哎，你怎么一个人吃饭呀？嗯，我就随便吃一口，你吃吗？我这还有一份，我给我闺女打包的，先吃。我不。你也回来探亲来啦？看情况吧。没准就不走了。嗯，我在这儿弄了一小公司，做这个中外文化艺术交流方面的事儿，这不在国内方便一点吗？你是哪年出国的来着？98年。哎，我还说呢，也不打声招呼就天南海北了。当时出了样书，我还说请你吃饭，好好谢谢你呢。嘿，漂洋过海了。当时我不是看你带孩子忙，不好意思打扰你吗？嗯。我听说你离婚了。啊，离了。哎，反正离不离都一样过。你呢，结婚了吗？是不是在法国找了一个苏菲玛索？我没有，我一直一个人。啊？那你妈不得急死了？我跟他们没话说。一个人过，是不是挺辛苦啊？没有啊，不辛苦。怎么了？我是老了很多吗？啊，那倒没有，就是老了一点儿。你会不会聊天啊？啊？你应该说你一点都没变。什么人啊？变了我也不在乎。对了，我还有点事要办，那这样，
那咱们改天一块儿坐下来好好吃个饭，好吗？嗯，好，忙忙吧，大忙人。嗯，我走了。嗯，散队。陆队，你过来一下。忙过来了。唐玲，2003年去了澳洲，04年加入澳洲国籍，06年在墨尔本意外溺水身亡了。会不会被人灭口了？别乱猜。现在去医院，看着郭胜利，看好了。嗯。08强。这么说吧，97年的柳梦、杜梅，还有莫兰，你觉得曲振祥有作案的可能吗？我这不正在查吗？我主观判断他有用吗？是啊是啊，还是需要证据吗？王楠楠就摆在曲振祥家具市场的大门口，要是他，这是什么动机？很难解释吧。我不查哪来的证据啊？我不查怎么了解动机啊？哎，你老是这样三番四次婆婆妈妈的阻拦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背后有什么敏感的东西？你指出来，你说清楚。哎哎哎，你说，小卢啊，我不是不支持你，还是那句话，要注意策略，注意方式方法。曲振祥不是普通的嫌疑人，他有头脑，有势力，做事滴水不漏。你万一不留神，他跑国外去怎么办？正面强攻不好打，那侧面迂回行不行啊？再说了，除了许振祥，还有没有其他有价值的线索可以跟进啊？你有辙你上啊，把我给撤了。小卢，这怎么都跟当年的老魏似的呀？你这写的是什么东西？是中国字吗？你小学毕业了没有？你把你语文老师的脸都丢光了，重写，回来。你以为光是字写的难看吗？这还是小问题。嫌疑人3个人证，怎么只核实了2个？你是哪个师傅带的？头一天当警察？我是杜师傅带的，他住院了。第3个人证去外地了，手机不在服务区，我马上去打电话。你别给杜师傅丢人了，你。熄火了，我给你发动发动，快去！破案就怕这个阶段，僵局。罗云志，哎，快去！肯定又是去现场。这个蜘蛛网一直都在吗？得对比现场照片啊。那是不是一只蚊子？给我装上。啊？装蚊子？废话，我装蜘蛛网有用吗？那蚊子要是叮了凶手，血声就有了。师傅，案发的时候是在深秋啊，恐怕深秋的蚊子叮人更狠，给我装上。把你们负责人叫来。师傅，这个现场已经释放了，吕师傅获对分局领导都签了字的。混蛋，你也签了字的。
能再这么被动了，我们得想个招，蛇不出洞，就引他出来。